我用呢一炉咧，煮完嘢之后佢仲好热嘅。咁如果个镬咁一路放住咧，入边咧就会变窿啦。咁其实好简单，加些少水，浸一浸佢。这个时候个镬仲系热嘅，睇下呢啲嘢咧已经烧到好干，都硬咗，咁但系可以加啲水之后咁样推下佢。几分钟之后就可以洗成咁样，倒咗啲水，再洗翻干净就得啦。呢度系倒咗啲水之后嘅样，再用洗洁精洗翻干净就得啦。